凯特王妃呢，在一月中的时候啊，进行了秘密的手术，结果两个月过去了，行踪成谜，全世界都在问王妃去哪了。好，上几天呢，就被拍到了这个画面呢，晒恩爱，跟威廉王子两个人啊，走得在微笑。但是如今被 BBC 的记者质疑说呢，画面中的女子不是王妃，竟然是替身。任运哥，还有很多的疑点再在指证说，真的替身可能性很高。现在很多这个英国民众啊，一直在敲碗，你知道吗？凯特王妃你在哪？凯特王妃你在哪？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三月十六号的时候，《太阳报》啊，其实他当时PO出了这个影片啊，就跟你讲说，我告诉你哦，事实上我们已经拍到了凯特王妃啊，跟什么威廉王子啊，他们两个其实一起啊去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婚变嘛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而且大家讲说什么谣传他什么身体不好，其实没有，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，还可以提重物啊，健步如飞，表示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问题是呢，这个画面一出来之后啊，立刻就被质疑讲说，等一下，这个感觉上有点怪怪的，甚至连 BBC 的记者。质疑说这个女子看起来不像是凯特，我跟你讲，可以还有更奇怪的，你知道？还有民众讲说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你不要讲说她不是凯特，连旁边的那个威廉都不是威廉啊，两个夫这样一对都不是。他们有人怀疑讲说是不是长得很像的啊，故意用这个方式好像让大家看，因为老实讲，威廉如果要戴着帽子，凯特为什么不戴着帽子？对，是不是刻意要给人家拍到嘛？那当然有这种所谓揣测啊，其实啊，就是因为很简单嘛。在过去啊，有很多这个凯特的这个照片被人家发现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说也不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有些这个也不能讲人家好事之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些热心的民众都会去比对说，他之前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现在后面出现是什么样子。来，我给各位看哦。好，事实上呢，他真的被拍到这个影像的时候，马上有人去进行比对啊。就有人就讲说，第一个，以现在相机的技术来讲，现在画素应该很高吧？可以拍到月球了呢。对啊，我们一般手机，就算你用手机偷拍，更不要讲说狗仔专业的那个相机，对不对？2000万画素应该不太难。就算是手机，你现在好歹有个800万画素吧？对。他说，可是问题是你为什么拍起来？那个画素看起来很差，特别模糊他说100万、200万画素，跟我们现在台北市政府那个争议很像，你知道？这么画素变这么低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有人去比对他的耳朵，你知道？发现他的耳朵长得不一样。你知道在整形界里面啊，有两个地方是很好去看的，是第一个是脖子，因为脖子没办法整形。哦，对。第二个是耳朵。耳朵很难整形，也没有人想要去整耳朵嘛，就发现到说，等一下啊，为什么一个耳朵是尖的啊？人家以前的耳朵是圆的。这个是画面中那个女子。对啊，这是以前凯特王妃的照片。还是因为头发这一吹耳朵变形，还是头发遮住也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有人讲说，如果你今天，因为它画面是模糊啊，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科技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有那个软体啊，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加几百万画素，也就变成高清相片。他说一加进去就发现，等一下长得也不一样啊，真的不像。对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补那个画素进去之后，把他的整个脸补坏了，还是个搞不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一个讲说，你看这样一比起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就差很多？是。所以到底真实的王妃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就非常非常好奇啊。那过去啊，媒体里面就有讲到说，其实你知道吗？就名人啊。对，名人既然有些长得很像他的人也会借机而出名嘛。像这个周杰伦在大陆不是有卖烤肠？对，周杰伦，你有看那个影片咧？他就讲说，我没有告诉你哦，在英国有很多啊，就是长得很像这个凯特王妃的，甚至长得不像的，但是也透过这个出名。我给各位看这两张照片啊，这两张照片，老实讲啊，这个你稍微对比之下，我觉得神韵上面是有点像的，你知道？那这个呢，其实叫做海蒂啊。那海蒂她本来是一个服务生，你知道，结果有一天呢，她可能是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，就在那个 moment， 有人觉得哇，你长得好像凯特王妃，结果她就我想这真的有心，她特别去找了一件跟凯特那个王妃一样的衣服，你知道，结果这个一比起来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哇，你看她的神韵，还特别去模仿那个动作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说真的，左边右边有点像，我是真的很难去分辨，但我眼睛也没有很好，老花比较严重，你知道，但是呢，因为这样而出名啊，甚至还有什么，你知道，这个老实讲，我觉得更厉害，这个叫做克里斯蒂娜的这个律师啊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律师，对，结果大家会觉得说，天哪，你跟这个凯特真的太像了，你知道，他干脆觉得，律师可能不好赚，我做模仿可能比较好像，比较好赚这样，对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心，为什么？你以为你长得像就 OK 吗？对不对？你讲话出来之后，大家会觉得阿绿怎么写？你破功了。你知道没有？他从表情到特殊习惯都去给他模仿。
这真的用心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用心啊。甚至有人讲说啊，我长得不像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长得不像有长得不像的处理方法。有一个被认为说也长得很像这个凯特王妃的，我跟你讲，重点不在她的脸，重点在她戴上墨镜之后。你说这样子吗？哎，没错。其实这一个呢，其实他原先是这个皇室里面的这个所谓水源，所以我们讲就侍从啊。是。那结果呢，就有人就觉得说，因为他接触王妃的时间非常长，所以你知道我们讲说这个人如果相处久了之后，可能有些习惯动作之后，可能会相近。类似哦。结果就有人发现到说，他虽然这个五官长得不像，但是如果戴上墨镜之后，眼睛以下都很像。但是仁俊哥，我想问，因为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想知道说，可是凯特王妃做手术之后，是复原的过程不 OK 吗？还是有什么王室想要掩盖的秘密？至今为止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如果凯特王妃站出来，那一切事情，这些沸沸扬扬的事情就破功啦。所以大家会觉得说，以英国王室来讲，其实媒体高度关切啦，那大家都很高度关注，对不对？所以皇室到底有没有秘密的这件事情，其实外界都一直非常多的这个揣测嘛。可是你刚提到说啊，这个凯特王妃因为她去进行这个手术，其实是经过肯辛顿宫啊，他们正式的证明哦。你看这个王室里面还有一个皇冠的那个 logo， 对不对？他是讲说呢，这个凯特王妃啊，在伦敦私人医院事实上啊是有完成一个叫做腹部手术啦啊。那因为腹部开这个手术的这些，他也没有细讲说他的细节到底怎样，但是还有讲说呢，这因为住院的关系哦，3月31号前都不太可能公开露面嘛，所以我刚刚就讲，刚刚那张那个拍到的那个影片，为什么被人家认为假的？对，那皇室都讲3月31号前，你都不可能公开露面，为什么会有那个健步如飞还提着一个袋子来走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说什么？再来就是，那你到底进行什么手术啊？对，好奇啊。因为像这种，其实你如果是里面的或者有外伤或者什么，引起很多讨论，你知道？所以 BBC 啊就讲说，等一下，如果是一般简单的腹部手术，为什么你到要住院这么长的时间？两个月。对啊，所以呢就讲说，有可能病情是严重的，甚至人就开始有人开始就揣测说，哦，告诉你，他不是因为身体里面生病，搞不好是受伤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谁敢对王妃动手啊？那王妃旁边没有其他的这个护卫或随从吗？那个时候媒体就爆料说啊，凯特王妃当时在怀第三胎的时候啊，怀疑说这个威廉王子有跟他这个有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关系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其实，在画面上面看起来，你也知道这个女生真的非常非常漂亮。是，但我不是说她漂亮，所以她后面被传闻这件事情是合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但问题来了，你知道，因为之前啊，有记者啊，就是他们媒体就把曝露说，可能有这个绯闻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居然啊被人家下架。那下架就代表是一定有人高度的关切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事实上啊，这个什么什么被传说他可能是受伤，是讲说可能是这个罗斯哦，因为他就是觉得心怀不轨，你知道，所以呢直接呢拿刀就这个不能讲细节哦，可能呢就直接去刺伤了这个所谓的凯特王妃。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啊，居然干嘛你知道吗？居然啊连这个罗斯自己都出来啊发声明讲说，你那共和别乱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整件事情啊，说真的，那你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住院？对，更奇怪的，英国的卫生部部长居然证实说，我告诉你哦，对，没错，因为王室说这个凯特王妃在私人医院住院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居然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抓到三个诊所的医护人员，他们居然去偷看凯特王妃的这个医疗病历。那我讲真的哦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三个有看，那是不是会出来讲？是。你知道英国很厉害，你知道英国都是花大钱去买秘密啊。就是他今天就没事，他去看干嘛？满足个人的这个偷窥的小好奇心吗？当然没有，一定是有人跟他买嘛。对。结果你知道吗？现在讲说啊，这个整个病情消息啊，有可能会外露。那包含啊，到时候这三个医护人员啊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调查。但问题就来了，你知道，甚至连美国网红都跳出来。那我不知道跨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样，还知道他的病历是这样，就也有这个美国网红啊，就爆料说，我告诉你，他其实做的叫做肠道手术啊。为什么？他意思是说，给你做一个造。造口啊，造口就是基本上你可能一般来讲哦，其实都是那种什么，你知道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治理这个排泄或什么的，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造口，接一个那个袋子嘛。那问题是，他就说哦，我告诉你哦，他其实因为这个部分呢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正在皇家别墅休息。在今年3月10号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英国的母亲节，你知道？那他们其实啊，皇室就发了一张照片，说我告诉你哦，那事实上凯特王妃啊，跟他三个子女相处非常愉快，就是画面上的这一张啊。对。结果这张居然引发这个大风波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其实像这个所谓的这个皇室所发的照片，你会怀疑吗？不会怀疑啊。开什么？官方的呢？英国皇室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跟你讲，这照片发出去之后，居然后来开始陆陆续续啊，美联社啊或其他的这个通讯社拿到照片之后，本来上架就给它下架掉。
因为很简单啦、啊，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要憋到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快二十个。对，很像是我们看那个警方在办案的时候，现场放的那个号码牌的。对对对。不是，是因为有人去比对这个照片之后，找到了这十几个奇怪的、十六个奇怪的地方。太多了啦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告诉你哦，我们现在画面上面刚刚有跑那个搂带给大家看，对，有人去比对说你那个袖子哦，像这个地方，说你这个小孩子的袖子怎么两边长得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甚至还包含到说什么？他说呢，你这个凯特衣服的拉链，我嘛刚刚讲厉害，你是按他比，他明明就是打开的，你有办法去比对出来，跟他讲说，我告诉你，你那拉链位置是完全不相同的，我只能佩服，就是科技真的很厉害啊哈。但问题就回来了，你一定有观众朋友会讲说，我听你两个听。”公开跟他进内，啊，人家这个照片就是皇室发布的，你有什么好那个？但问题就回来了，如果今天这件事情，皇室是不是应该出来捍卫？是啊，应该要出来讲说，没有，你们不要再鬼扯，什么十六个地方还跟你比对了，对，你前面比对耳朵就算了，你现在跟我比对我皇室的照片，会不会太过分？但皇室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居然呢、啊，他的动作也非常非常的低调，你知道，搞到美联社居然发出了撤回令啊！是，他说要把这个照片撤，而且美联社还要，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嘛，对，他也要强调，他也要告诉大家，你为什么要撤照片？还是觉得说照片长得不 OK 也不会啊，但是很可爱。你知道美联社说什么？他说仔细观察之后呢，发现消息来源似乎篡改了照片。啊、消息来源不就官方吗？对啊，不是英国皇室吗？对啊。后来英国皇室他们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讲说呢，对了，我们确实哦、喔、是有针对这个有进行一点修图啦。啊，你是被修修被抿掉，我看很多人还担心你有没有换脸，对啊。因为现在哎，你看那个脸抖上去，什么都能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哦、喔，你承认你修图没有关系啦？哎，好，那。关那个媒体就会讲说，那你给我原始档好了，真的交出来，你就证明，都不要修图，因为老实讲，修图其实他们很厉害，像我们摄影大哥都很厉害，他们都会去比对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这也很奇怪，你皇室就直接就说好啊，我就给你就好了。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，跨界揭秘，重案、悬案、攻击案、拍案惊奇，新闻内幕、独特观点，厘清事实，破解谜团。我是陈明君，我是李佳明，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，真相不漏网。